OK， 来第十课呢是讲关于独立。OK， 独立，然后一开始还是会跟你们讲解啊，独立的意思是什么。然后下一个 part 就是我们准备，我们筹备这一个独立。哎，因为8月31号嘛，很赶呐、啊。啊，我们签了一个合约是8月5号嘛，对不对？过我们要开始筹备了啊，筹备这个独立的这个日期的到来。然后我们有准备筹备，然后有讲到我们怎么样庆祝。啊，庆祝了过后，我们有要讲到一些什么呢？我这个独立给我们国家带来的一些课程，然后我们有一些像我要读到的是像我们的国家的一些象征浪漫，你看像我们的国旗是怎样啦，学人宝制造国旗的啦，我们的国花是什么啦，然后我们的这个国章是什么啦，叫大内嘎啦，这些我们全部都要读在这个吧。我说第十课很容易。讲就会讲关于独立的，它第十课难的地方是在哪里呢？难的地方就在 10.1 这个 part。 哎， 10.1 这个 part 呢是因为我们有讲到这个哥本尔迪安科美迪嘎案，每一个人有这边有一些斗过曾经讲过的他们对这个独立的这个看法是什么，他们的看法呢是我们要知道。可是在这里呢，在乌木啦，是假如乌木啦，我们透过这个 Gamus Dewan 来讲的话啦，啊，独立的意思呢，什么是独立？大家什么是独立？独立就是 bebas dari penjajah， 对不对？我们不受人家占领啊，这叫独立咯。哎，所以第一个就是 bebas dari penjajah， 就叫做独立。不单单是独penjajah， 古荣安也是算是一个嘛。如果你被囚禁，古荣安是囚禁啊，被关起来的意思。哎，有时候讲，哎呀，我们被关很久啊，哎呀，终于被，好像我们去quarantine啊，quarantine 14天啊，关在 hotel 或关在家里面14天。哎呀，你一踏出房间门，哎呀，感觉到你好像自由了 ，merdeka 了，或者是你考试啊，你被关在那个一个考试场所里面考2个小时，哎呀，你一出来，或者是你考完 SBN 过后，哇，独立了 ，merdeka， 被关着。bebas daripada kurungan， 或者是 bebas daripada naungan 也是属于啦。哎，naungan 是庇护，所以你们哥们的讲啊，就是你有自己的自主权了啦。现在，哎，不受任何一方的约束啊，叫做 merdeka。啊，如果你被讲naungan也不算 merdeka 了，你被kurungan也好，jajahan也是好，那个不算是 merdeka。哎，这是 menurut kamus dewan 来讲啦，所以大致上你们要知道啊，不问啊，不过。apa kata maksud kemerdekaan? Ah, cuma kita tahu bebas daripada penjajahan, kurungan atau naungan. Ah, itu setidaknya kita boleh faham lah. Ada maksud. Eh, ini kita boleh faham lah. Sekarang kita akan melihat setiap satu. Ah, setiap satu, saya rasa agak sulit lah. Ah, di sini pun, ah, ini orang setiap satu, ah, pernah terhadap kemerdekaan ada satu pandangan lah. Ah, so kita lihat satu orang. Satu orang yang disebut siapa? Dia disebut Syahid Jamal al-Din al-Af看你，你一读他这个人，你就知道他是什么呢？他是一个回教人，在你中东。哎，他说呢，这个科莫迪嘎案呢，是个我们的 perjuangan 案，哎，我们的是这个奋斗啊，战斗精神。哎，这个战斗精神呢，对抗谁呢？对抗本加加孟哈达比本加加。OK， perlu disertai dengan semangat kebangsaan。OK， 什么个榜上就是爱国精神，所以我们这种奋斗精神呢，一定要有什么用爱国的那种精神在里面。这个字要把它记起来。我发现到有点常会出现到这个问题啊，啊，这个人呢，在 Islam 里面啊，什么爱个榜上也叫 jinsia， OK， 或者是 cinta akan negara， 不是 cinta akan tanah air。也叫做什么 ？Watani， 哎 ，Wataniya 不是 Watani，Wataniya， 哎 ，Jinsia Wataniya， 金大阿甘达尼阿扬 ，Merdeka，sorry， 看这个字，这个是 Syed Jamal 的，他讲 perjuangan menghadapi penjajah dengan adanya semangat kebangsaan dan cinta akan tanah air yang merdeka， Jinsia dan Wataniya。哦，在这之前呢？
人民必须要怎样 bersatu padu. Siapa bersatu padu? Rakyat bersatu padu. Okay. Bersatu padu 来做什么？ Mempertahan 我们的 maruah, 我们的民族 agama dan negara. Okay. So 我们必须要人民必须要合作捍卫我们的尊严民族宗教国家不受别人的本车罗布本车罗布我们叫什么我们的本车罗布叫什么话呀什么话创建想不到快一字本车罗布本车罗布啊侵略 yes 欢迎叫侵略哎本车罗布叫侵略不受到别外人外界的侵略哎，人家侵略我们不是不独立了吗？对不对？被占领了还是怎样？所以这个是这个沙伊贾猫所讲的啦，对这个 Merdeka 的看法。所以这比较重要是这两个 point， 这两个 point 都很重要了。还有这个 Islam 字啊，阿甘曼啊，就是巴生，就是在阿甘曼 Islam 里面的啊，他们的这种金西亚、瓦达尼亚，这个你要懂啊 ，pay more attention 这种题目里面，你很喜欢问的。啊、另外一个叫 Rashid Rida Rashid Rida、哦、如果你不懂他样子、啊、这个唯一、啊、他就有 Rashid 这个人、啊、你看他又是带种、又是 Islam 的人、啊啊、很多了、okay, Rashid Rida、okay. Rashid Rida 对 Rashid Rida 来讲呢这个科莫迪嘎案、啊、他讲什么他是一个科达拉丹但科瓜丹是什么的 adalah untuk membebaskan diri daripada本加加汉巴莱为什么还是有这种想法呢？是因为他们国家被曾经被西方国家占领了，所、so, 以他就有这种看法喽。科达拉丹、科瓜丹、那嘎热，哎，我们国家要怎样呢？我们国家变强大，或是我们国家有自主权，怎样有强大跟自主权呢？就是你必须要 membebaskan diri daripada。本加加汉巴拉，也就是说，当我们要独立，独立对我们来讲是国家有这个自主权，我们国家变强大，然后我们摆脱西方国家的侵略或是占领，啊，这是 Rashid Rida 的看法。然后kedaulatan sesebuah negara adalah dengan menghidup sistem khalifah dan menghapuskan ikatan perkauman。啊、这个对他的看法呢，科达拉丹来讲呢，一个国家的自主权就是有什么？有这 system khalifah， 因为他是伊斯兰嘛。khalifah 你知道没有 ？khalifah 就是啊，本安帝，那个是库拉法 khalifah 对，那个本安帝纳比啊，就是他们以这种，这是他们的称呼啦。哎 ，khalifah 是他们的啊，本民兵的这个称号来的。哎，们哈布斯干这个伊斯兰不高曼，哎，就是讲了啊，这个就。你们不靠背报了，没有办法跟你们讲多讲解。哎，蒙希多，这个所以它里面那些内容，你们必须要知道呢啊。蒙希多 ，system khalifah， 蒙哈布斯，伊卡丹不靠曼。OK， 然后马哈马甘地呢？马哈马甘地就你们不懂啊，这个哪？这个哪？印度人，在印度的马哈马甘地。Okay, 他讲，kemerdekaan perlu merangkumi politik, ekonomi, dan moral。他讲，独立呢，包含了在我们的政治上独立、经济上独立，还有我们的道德上独立。哎，这对他的看法来讲呢 ，so setiap negara perlu menguruskan ekonomi supaya hidup dalam keadaan harmoni。所以，你要经济很好的时候，人也他的人民会少一些，失业率啊，失业率会带来很多负面的嘛，对不对？所以，一个国家呢。啊、要他说呢，一定要管理好他们的经济的，哎，说我们才可以活到一个比较哈摩尼的状况下，就是这样，这很逻辑嘛，对不对？你经济好，每一个人民生活都好，所以它带来的后果就是提得到哈摩尼，没有的话会延伸出很多一些负面的影响，这是马哈马甘地他的看法啦。然后另外一个人呢？Nelson Mandela
okay, 这个黑人，这个黑人 Nelson Mandela， 你很熟耶，这个人就学了、啊。哎 ，Nelson Mandela， 他讲嘛，戈贝巴桑布干罕尼尔们拉完萨杜古布兰阿道瓦纳古里啊，特别是他为什么还会讲瓦纳古里，是因为他是黑皮肤的人啊，长期他们这种黑皮肤人哦，他们像印度人这样子嘛，他们长期会被这种种族歧视这个课题，所以他对他的看法就是这样。独立呢，我讲不单单是我讲对抗一个特定的族群或者是特定皮肤啊特定皮肤颜色的人。Tetapi melibat pertempuran terhadap sistem yang menindas. Pertempuran 是什么？ Pertempuran 是什么讲对抗的意思啦。哎，pertempuran 对是什么？对这个一些制度。哎，这些制度呢是很大欺压的一些制度。所以他讲 kebebasan 呢，我们一定要 kebebasan daripada dijajah oleh seseorang， 或者是 dijajah oleh sistem yang menindas。这种情况下就是在很多独立的国家是发生这样子，很多一些 system 两门 indas， 一些我们讲一些政治啊，或者是一些政策啊，都是很欺压一些特定的族群的，他比较注重一些 majority 的族群，然后欺压一些族群。哎，就像刚才我范围读到的，就是在南美洲，南非，Africa Selatan。Africa Selatan 哦，它是你看知道吗？南非嘛，南非是非洲国家嘛，对不对？可是哈、哦，当你去南非的时候，你会看到很多白皮肤的人，因为他们曾经也是被 British 占领过。然后当时他们是 British 嘛，然后呢，他们实行这个 Dasar Apartheid， 我们叫 Dasar Apartheid。这 Dasar 呢是一个国他们管理的政策，这个管理政策呢很不公平。为什么不公平呢？他们欺负、他们打压、欺压这些黑皮肤的人，这些比较黑皮肤的人呢，所以你就是非洲人啊，你长到黑皮肤的人呢、啊，你的地位就很低，然后你受到的待遇啊，会很不好啦，你可能你就没有机会在政府部门做工啊，种种的一些啊，所以他说呢，这边都是没得来对来讲呢，这可比巴山呢，不单单是马拉湾、贡布兰。或者是玩的鼓励，可是melawan这个 sistem yang menindas。所以kebebasan dicapai melalui politik bebas daripada penghambaan， 他也是要透过政治，然后政治的独立，然后还有什么呢？ bebas daripada penghambaan， penghambaan 是奴隶、kemiskinan dan penderitaan， 然后penderitaan 就是讲苦难呐、OK。摆脱这个奴隶的那个什么这个系统，贫穷，还有这个彭德里答案，是可比巴桑的啊，你恰拜马拉鲁伊，算是你可以达到独立，透过这几个东西啦，摆脱这几样东西。Lorai perlu bersatu dalam satu negara menuju masa depan， 然后最主要是什么啊？这边有讲到了perbanduan。所、以人民必须要bersatu， OK， 然后menuju masa depan， 让国家有更好的未来了。他的意思说了。OK， 然后我们再看另外一个人，另外一个人叫 Sukarno， 我叫 Sukarno 啦，他其实如果你要记得，因为有 Suharto 跟 Sukarno 这两个人名字很像，所以我讲他是我 Suharto Sukarno，OK，、okay, Sukarno 啦，我读话称他叫 Sukarno， Sukarno 一个 Suharto。很大的分别了 ，OK， 苏卡诺，这个是苏卡诺，都是印尼的总统啊，印尼的总统。等一下你会读到苏哈多，在 Form Five 的时候，你会读到苏哈多这个人，也就苏卡诺也会出现多一次啊，所以这个你要懂啊，这个人是印尼的总统来的，苏卡诺。所以这苏卡诺对他来讲呢，这独立什么？他讲独立呢是 bebas selama-lamanya， 就是我们长期的自由。
啊，永远的自由，国家的永远的自由，也不单单是国家啦，哎，个人自由也是，嗯。OK， 所以他讲这个自由包括了什么东西？长期的自由包括了科比吧，三不费劲，你思想的自由，然后 bertindak daripada politik penindasan， OK， 你摆脱这个像很有欺压性的这个政治，跟 regime autocratic。Regime 的意思叫什么 ？Regime， 我找一下。Regime 是管制啊 ，Regime 也是政权啊 ，Regime 啊，你不懂的话可以写上去叫它叫政权，权力的权。OK， 这个政权是讲的 autocratic， 我相信大家都懂什么叫 autocratic 啦。哎 ，autocratic 就是说一就是一，二就是二的这种政权。Regime autocratic， 对啊，或者是我们可以讲啊，像那个哪，有一个国家是这样子的 ，Regime autocratic 就是南诶，什么南韩吧，北韩 ，North Korea， 诶，他们是 Regime autocratic 啊，就是一个人在瓦西报的，他讲什么他就是什么，全部有一个只有一个 party politic， 一个领导人，他讲什么就是什么。每哎，很搞笑，你知道没有？你看那北韩哦，他们虽然讲是一个政党，哎，就是那个金正恩啊，那个南韩啊，头发这样子大肥肥那个啊，他国家是很好笑的。他们有大选，有选举，然后哦，因为他们的政治政党啊，只有一个嘛，全国，所以他们投票投什么？他们投票哦，是一个象征式吧？哎，他们人民投票率是 99.9%。OK， 然后那一个他们选的人呢，只有一个人可以选到一张他投票哦，选来选去就是那一个人，地区是那一个人，他只是一个象征式的投票吧。哎，叫 regime autocratic 我们叫独裁啦。哎，很好笑的，他们投票，我们投票是有几个选择给你选，你要选谁能做你的领导人吗？他们没有，他们只有一个人吧？啊，就是这样好笑的。然后kebebasan dapat membentuk masyarakat baharu yang demokratik tanpa kelas dan kasta. 对，所以这个 kebebasan 呢，我们讲它 kebebasan daripada fikiran， 然后这个 regime autokratik， 然后他讲这个独立呢，它可以形成一个我们讲怎样的社会呢？新的社会，哎 ，masyarakat yang baharu， 这 masyarakat baharu 呢是民主的 ，masyarakat baharu yang demokratik。讲民主法呢，他们不会依据你的 class 或是 casta， class 是你的那个，哎，像你的什么，你什么 class 啊，中阶层啊，高阶层的人啊， casta 我们也叫做casta 跟 class 很像，很一样的啊， casta 就好像你的阶级，这个 casta 哦，有一个国家还在维持着的这个 casta， 就是在印度。你知道吗？印度他们分，他们很注重这个 casta 的，也就是他们的社会等级，哎，他们有分很多种族的啊，每个族群哎低级、高级什么级什么级，很多级的，很可怜的。他们这个制度，如果你生在这个比较低的 casta， 很低的 casta， 你永远就是很低的 casta， 你没有办法翻身了的。Class 还好 ，Class 的话哈，你如果你 Class 会比较低的话，如果你努力的话哈，你可以升级去别的 Class， 像他们 Class 两人的、门人啊、跟不等啊、和跟 Class 两阿达达，就是我们收入，我们也会分这样子的收入来分去的嘛。Class 上面有的印度人很惨的，低阶层的很可怜的，低阶层就是永远很低很低的，你在社会的阶层待遇都是很差的。然后 Class 上哦，在印度也是这样，不同的 Class 的人不可以结婚的。你不会跟低的卡萨跟高的卡萨会，你是要同一个卡萨的才可以结婚，或者是比你跟你高的的人啊，你要就是在跟高的人结婚，就是这样。印度啊，他们分得很清楚。你不要讲印度啊，有我在马来西亚啊，我们的印度人啊也是有分这个卡萨的，他们还保留这种传统啊，在印度那种传统。这个我觉得是很不好的啦哈，这是为什么大家都是人类，为什么我们要分阶级呢？对不对？
就是印度啦的文化啦，哎，卡斯达的 class， 所、so, 以这个你格美利甘的话，就是你这个社会呢是没有这个分成的阶层啦、class 啦这些东西的啦。OK， 然后东古阿杜拉曼，我们看完最后一个人呐、啊，东古阿杜拉曼来讲呢，格美利甘是一般来就是 seperti 的意思啦 ，tempat perhentian dalam perjalanan yang jauh。bagi mewujudkan sebuah negara baharu yang berdaulat， 哇，它的那个含义很深，其实很容易的意思就是说，独立呢就好像是一个很长远的路，这个长远的路呢就是一个它的终点已经到达了这长远的路，因为对他来讲，他们要争取独立啊，比如我们读之前呢、啊，我们争取独立是不是很长远的路，要经过很多种的挑战，所以他就说这个独立呢就好像是一个终点。哎，这个终点是个很漫长的这个道路的一个终点，来形成一个新的国家。这个国家是有自主权的国家，就好像我们达纳摩拉油这样。对东古阿杜拉曼来说啦，所以在这里呢，人民呢必须 berhimmat untuk negara yang baru， 所以我们必须要 berhimmat untuk siapa？ 不是 berhimmat untuk British， untuk berhimmat 对我们自己的国家，然后 berusaha dengan tenaga， fikiran mencipta satu bangsa baru。Okay, so 人民必须要不适合了，我们觉得我们自己的民族。OK， 然后dengan cita-cita keadilan dan kebebasan。OK， 透过这个公权、公平、公正、自由来形成一个新的民族。Okay, 然后人民要怎样 ？Berhimmat untuk negara yang baru。就是这样，就是对东古阿杜拉曼，不是东古，是敦古阿杜拉曼。哎，然后剩下三个，这个德明公啊，还有谁啊？啊，法尔斯蒂芬斯啦，还有这个我们的东，哎，敦马哈蒂啊，马哈蒂还是有。这三个人，我们就下一次才讲啦，好不好？所以你们可以去看一看啊，这几个刚我们讲过了，这几个人所对这个独立的含义啊，所以你们去了解一下啦啊，有时间去可以背一下好的 ，for 你们的 final exam 啊，嗯，还有你们的年终考还没有考嘛，是不是？去读一读这些，哎，尤其是这个我讲这两个字啦，啊，很常问的，我发现到。Right， 所以我们就先到这里先吧。啊，所以我们下个礼拜再继续。那我们明天见，我们可以下课了。Bye。